苍蝇，你答应过的。可是第二季动画片三分钟之后就要开始了，我之前答应的现在又怎么能算数呢？求求你了苍蝇，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。苍蝇，你终于来了，你现在要过去吗？去哪儿？去文化宫的时候顺便照顾我表妹周瑶啊，她不想和她奶奶一起玩了。苍蝇，你还没打扫兔笼子，你之前说要自己打扫的。真奇怪，我可不记得这个了。你好啊，苍蝇，你在哪儿？你答应了我今天要做蛋糕的。什么蛋糕？红红，我只知道第二季已经开始了。可是你答应我了呀。好吧，也许我答应过，可是那又怎样？你好呀，唐莹，非常高兴又在岛上见到了你。我可不高兴。好吧，我不是。见到你们我也感到很开心。好久不见，你们好啊。唐莹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真是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生气的。那是你亲戚吗？其实那是谎言怪。谎言怪。唐莹小心，英雄之剑可以打败他。没必要用这个，我自己就行。不错，再来一个承诺。唐莹，你能搞定吗？小菜一碟。又来了一个承诺，正好正好。唐莹，你赤手空拳真的能打败他吗？对，我可以。太好了，他的承诺糖果多得我吃不完。唐莹，你给了他太多承诺糖果了。我不会再给他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别说了，不能让他再继续嘲笑我们。是你自找的。快说你会打败我。我，你以为你能骗过我吗？我什么都不会答应的。你确定？是的。好吧好吧，我们先暂停一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唐莹可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才不是你的朋友呢，他们才是我的朋友。哎呀，唐莹，你所谓的朋友太自私了，他们要你遵守你所有的承诺，而我不需要。你可以对我随便许诺，但是什么都不用做。我和他们一样，而且比他们更好。长臂象。好疼！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是这个岛的主人，我要摆脱你们，没人能阻止我。唐莹，别害怕，我会照顾你的，只要你用承诺来交换。是的，你赢了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但你也不比我们强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做这个表情。谁说我不能？但我敢打赌，你绝对不能这么做。我做到了。那你敢不敢这么做？你真觉得我做不到吗？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。唐莹，接住他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仔细想一下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，所以当大家待在一起时，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我们需要互相帮助，还需要彼此信任。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违背诺言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会失去彼此的信任。
这是一个承诺测试版，希望它能帮你打败谎言怪。我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许下诺言。如果我不确定，我可以说我试一试。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不到的，我要立刻诚实地说出来。但是最好什么都不要答应别人。啊，嗯。我一旦做出了某种承诺，就必须遵守它。在精灵岛屿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在精灵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喜欢我们吗？你还是多来看看我们吧。哎，你会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很想说会，但是至少保证唐莹你会想我们。我保证我已经想你了，不对，是想你们。喜欢兔子吗？当然喜欢，所有女孩都喜欢兔子。那太好了，我要送一只兔子给她，她一定会很开心。妈妈，我一个小时后会把兔笼子打扫干净的，我保证。红红，真的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我争取十分钟后到你家。谢谢你，唐莹，我先走了。丁浩，能请你等到今天晚上吗？我先去找红红，等宋天一回来我就过去帮你，好吗？但是你的第二集还没看呢。算了吧，反正他的第一集我也不太喜欢。我明白了，看来唐莹已经战胜了他的谎言怪。另一个世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睡